而家我哋會公布入圍嘅五個參賽單位，排名不分先後，第一個康靖門，第二個朱光華、楊盈盈、馮美詩，第四個阿文西，第三個湯海玲。第四個鄭明之，仲有一個，仲有一個黃星平。我唔想唱最後一首啦，好恭喜曬，恭喜曬入圍嘅五位參賽單位。另外嗰位都唔需要灰心，因為你哋有機會繼續我哋嘅最受歡迎表演大賽。好，我哋事不宜遲，我哋。我哋而家就頭先咧，我哋已經進行咗抽籤啦。嗱，一間第一個表演嘅會係黃星平同學，第二個會係朱光華、楊盈盈、馮美詩，第三個會係湯靖門，第四個會係湯海玲，第五個先係鄭明之。恭喜所有入圍者！咁而家我哋請黃星平同學留步，準備去下一首歌啦。秒冲冲得紧了，而皮肤竟偷偷
回头走天已暗，你献出了十全是我还剩底几多心跳，还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，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，得到多与少，也许真的疯了，哪个倒影多么可笑，灵魂入变卖了，上脸也无心跳，银或金都不紧要，谁做机在时计里看破一生绵绵，我们现在有请第二队出场的队伍，冯美诗、杨盈盈同埋朱光华，他们唱的是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。我
啦，因為頭先咧計分上面咧就有少少嘅漏洞咧，我哋咧就漏咗一位同分嘅組合。咁亦即係話咧，我哋今屆星康嘅 Senior One 咧有6隊伍係進身咗 Senior One。咁而呢一隊後加嘅組合咧係5號劉婉兒同埋葉海倫。咁佢哋將會係第6隊出嚟表演嘅。咁啊引起咁嘅不便咧，我代表委會向大家道歉。咁而家就請第3位參賽者出場啦。咁佢就係湯靜梅同學，咁佢會唱容祖兒嘅《越唱越強》。
佢會唱 Part of Me 同埋 We Found Love 嘅 Mashup。
原來你唱歌你會更有自信啊，或者其實呢個就係可能係
咁我就覺得，即係你強邊面，你係轉嗰邊咯，係啊，讀唔成書其實都唔係話。最緊要揾到自己嗰片天空噶嘛，係咪？係啊。咁啊，最後個個把聲都好靚啦。咁我冇聲啦。誒，因為呢個咁多個得個男仔係入到決賽，黃星佢好中意佢把男聲啦。咁啊，嗰三人組咧實在太 surprise 咗，一開始唱已經我毛管動曬，但係好嗰種毛管動啊。咁啊，最後仲要講康海明啊，康海明啊，阿温定啊，直情係成個山咁樣，係啊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！你吹有啲咩專業嘅意見？我淨係想補充一句啊，今日個表現之後，即係若果台下將來你有機會出去比賽嘅時候，留意嗰個選曲。第一樣咧，其實有幾個同學咧，佢嘅第一首歌同第二首歌係個 contrast。contrast 做得好咧，會攞得高分。contrast 兩首歌做得唔好咧，就會俾人打折扣。但係並不代表有同學咧兩首歌嘅 style 好似。第一首 style 係咁，第二首再聽同一個 style 嘅時候，評判會覺得有啲離啦。所以你哋揀歌嘅時候留意。第三樣重要嘅就係發揮你嘅長處。有啲歌咧，其實你哋把聲係偏向高音嘅，有啲低音真係你個 range 係唔到咧，嗰幾粒音就係嗰幾粒音，就係扣嗰個分。第三樣嘢就係欣賞嘅台上唔記得歌詞嘅同學都會好努力繼續唱落去。我哋再俾一次鼓掌俾你哋。好，多謝各位同事。好啦，大家最想知嘅結果，而家已經喺我手上啦。好，大家請翻曬今日所有嘅參賽單位上台。OK， 咁而家先頒獎，頒咗嗰個最受歡迎表演大獎先。最受歡迎表演大獎係你哋投嘅，究竟係邊個咧？係令到呢三位好感動嘅林可盈同埋劉天。幾有重量嘅豬肉獎，益咗你哋。好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好嘅，好嘅。而家要頒獎咯，而家要頒嘅就係冠亞冠軍，係咪好緊張嘅？係咪我都係啦。咁我哋咧係頒發今次賽事嘅頭三名，咁但係由於咧雙亞軍嘅情況咧，雙亞軍係啊，咁即係我哋一個冠軍，兩個亞軍，所以咧我哋係冇第三名噶。咁我哋而家先講咗第一個、第二名先啦，好唔好？好啊。嗱，第一個、第二名咧就係朱光華、楊盈盈、馮美詩，我哋有請呢三位出嚟先。第二個亞軍係邊個？第二個亞軍係邊個咧？你哋估下，估唔到啦，我講啦，冇錯，就係湯海玲。我有請醫生聽翻。你哋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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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黃新平嗰邊啊，嗰邊啊，黃新平係嘛？今屆嘅冠軍咧，相信都歡迎同學攞翻手啦，鄭明之。好啊！
已經講尾聲啦喎。係啊，咁我哋喺度有啲咩人要多謝咧？我哋要多謝三位評判啦，同埋有一直默默支持我哋嘅三號，同埋都多謝咁多位參賽者你哋嘅參與，以及台下嘅觀眾。